啊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吴陈教授。我和小弟还有拜西上次去阿梅家那里网鱼的时候，我问了一下阿梅，我说愿不愿意过来我这边帮我做直播？他当时一口就答应了。我以为他是说着玩的，没想到到了今天，他真的过来了。他是拜西的姐姐，和他一起过来的。我对阿梅过来做直播，其实自己是没有抱很大的期望，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直播小白，也是刚刚开始做，也没有直播经验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做起来。而且我听我的朋友给我提建议，他说我找他们来跳舞的这个方式，并不是很好的方式，因为，这些跳舞嘛，他们也不是专业。这个网上啊，或者直播间呀，有大把的专业的舞蹈可以看，所以说，他们这个跳舞吧，也不会有太大的兴趣看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所以说这个是比较难以持久的。于是我就想着，该怎么样能改变一下这个直播内容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今天下午就是，没有直播跳舞了，就是。和直播间的家人们唱唱歌，然后和他们互动、聊聊天，这样的方式直播了2个多小时，直到阿梅要下播了。今天我下午做直播，播了2个小时，现在已经下播了，因为阿梅要回去了。但是我看到阿梅在这市场里买菜呀，今天在直播间各位大哥的大力支持下。阿梅大发神威呀、啊！她分了200万，今天下午，柚子妹也分了200万，因为小弟分了130万，还有这个拜西的姐姐送她过来，我也给了她30万老币。他们4个人一共今天下午得到了560万老币的收入，折合人民币2200多块，今天太给力了。他们。得到这么多的收入，简直是喜出望外呀！阿梅的200万折合人民币800块钱，今天下午2个小时。他都不，我告诉他这个数字的时候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今天的这场直播也是收到的。音浪是最高的一场啊，因为直播间有几个大哥是非常给力。哎，阿梅啊，叫声两北京，不呼我，他现在来市场买点菜回去吃。这个另外一个是拜西的姐姐，前面这个，我也是好久没来逛这个市场了。他们还应该要去，摸了吧，白菜，他们还要去买点菜。哎，啊，生两个叫啊，加油的娘，没事，白色噻，白色啊，两个叫，白，啊，这还娘！就那一代吧，叫马令达拉斯看吧。
阿美也是看呢，色弄色也色色的。啊，空气还没啊。啊，快收了那个的。叫谁？叫他啦。叫他啦，叫马赛。他给他吃的快。叫喊跟哪了？叫他吃的快。吃啦。叫得来，叫么你得送来试试，明白？叫么？喂，快叫喊个来了，叫不凉快个，叫不凉快呀叫。再把我接吧。他的钥匙放在我的房间里，摆好噻，没得接你啊，接你，你还要去拿一下钥匙，没舍得你。哦。要得，他来卡他来，麻烦。省呗，省烧。省了噻。哦，省了几台哟。喂。更困了。人民是来困开不偏。好了。嗯，好。这阿美好羞涩啊，买点这衣服给她也可以啊。在这种情况下买衣服给美女是一定是贵啊，这个我没办法，这个不考虑价钱的。啊，哎，别洗，叫个车安了噻。那个叫个车安了。来了吧，他来。我也没想到今天会买衣服给阿梅呀。他来。你包呢？你来嗨。这拜西的姐姐，这个老板娘。阿梅一共要了三件吧，她姐姐要了一件。他的。OK。40万拿币，折合人民币160块。叫加4000黑了噻，阿梅，叫加4000黑了噻。他来，是安冷噻，他还要买一件这个背心，5万老币啊。OK。OK 的 OK， 困了。拜。拜了吧。OK。穿没了你有效吗？嗯，这本事噻。
快马样定。我是在房间里待久了，这个眼睛疲劳啊，出来休息一下。他们要过来买香皂洗发水吧。我操，他们要买这么多的洗衣粉啊。是吧？现在还不撒吗？还不宰了，不撒点命根了。现在还不撒哦？不撒点命根了。再买了干嘛了？嗯。老母呢？在香港来。不是这样，我撒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撒啦。哇，他这个今天买的东西不少啊。他本来是来县城里市场买点东西，买点菜应该，然后顺便过来做个直播，结果是满载而归了。这个就他自己付钱算了。我也给他发了45万老币啊，买了45万老币的衣服送给他，包括拜西的姐姐买了一件。差不多折合人民币200块。这个老板娘她这里我也经常来买点东西啊，一般是买电话卡。电话卡我有一次一般是买30张。他们老挝这边的电话卡是10000老币5个G，但是3天内会清零。来玩去呗。10000老币现在折合人民币是4块钱。阿梅在这里买了点洗发水啊、洗衣粉啊，还有洗洁精，生活必需品啊。今天柚子妹在做直播的时候还说到一个词，老挝语说花心，我忘了用老挝语怎么说的了，还说我好花心，他的女的都喜欢。我在这个店这里，这是一家批发性质的店，我在他们这里买的最多的就是电话卡了。Hello， 海娘。哦，这一杯是麦拉米，还麦拉米的那个来了。还有快不货有噻，快不货吧，潘三老。OK。这个柚子妹她的钥匙刚才忘在我的房间里了，她拿了我的钥匙去开门拿一下。阿美啊，摸你摸吧，摸吧，摸来吧。她今天太开心了，她唱歌也唱得好听啊，而且还大胆地跳了一个简单的舞啊。今天下午阿梅做直播挣了200万老币，我看一下她怎么消费啊，都是买的生活必需品啊，但是买的还是不少啊。买了吧，买上 OK， 拜拜。
白菜。他们应该还要去买点菜吧。还要买点吃的，油炸食品啊。买一万老币，麻圆呀，还有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三种混合啊，大概1000老币一个，折合人民币4-5毛钱一个吧。老板娘解开袋子，再给他添了一个。哇，哎！我还看到猪肉没了，吃什么先磨噻？这个猪肉美女啊，我有几天没看到她了。我买10000老币，买10万老币的猪肉送给阿梅。阿丽莎呀，哎，阿丽莎呀，叫不怕蛇精不啦？没叫没昆精，叫不怕蛇精啊？我刚才经过这个肉摊这里啊，好的，周围的摊贩都起哄，于是我把已经走过头的阿梅叫回来，再买个10万老币的猪肉送给他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哇，他们继续回去了，我就拜拜。这个小弟家来了一个亲戚啊，没有爸爸妈妈了，30多岁，以前在万善这个亲戚家，后来也是说住不下去了，于是来这边，也跟着这点小生意啊，卖水果。啊？不少什么啊？不板的。有板块不会有板的。啊？那米有谁？那米，那米白大辣的。白大辣？那米不都白看吗？没有。阿美又回过头来买菠萝啊！他可能也买点水果回去给他爸爸妈妈吃啊，还有他哥哥。OK， 拜拜。拉米被谁了？拉米。拉米个大辣，被大辣。拉米的妈妈也喜欢跟我聊家常啊，她说他们这里太热了，我的房子里有空调，好舒服啊。啊，买吧，不等了啊。那啊，快户，快不户搬四年。ไปห้องเรียนเขาแล้ววะไปไหลที่เลยไหลที่เลยเขาอยู่ไกลบัวบ้านเขาอยู่ไก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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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พุ่งหรอไกลยูจิเม่และลามิ还有他妹妹过来了不是你吗？不是，
多少嘞？装六十盆。สบายดีสบายดีเอ็นเลยสบายดีสบายดีไหมสบายดีสบายดีสบายดีเจ้าสบายดีอากงแล้วก็เจ๊แล้วหรอแล้วก็เจ๊แล้วเอาละเอาละเอาละทำหนี้นี่ทำมาใช่บ่ทำไหนเมื่อ没了没了，他太开心了，他下午做直播挣了200万。嗯，哎，阿美阿美，我问别处的话，阿美，我他们人他工资来什么？阿美嘛，个嘞？要吗？要你。OK OK。不会的，不会困难吧？那黑那黑。困不来的。困不来。我你个来摆的。你的大哥送三款不来就不一样。送八款就不一样。你的家你在那里吃啥？拉米，拉米的工作天天是带他妹妹。哦，没个嘞，没事。他红没了，娘嗯。喂，那米的妈妈今天生意很好啊，人气比较旺。我做直播也做了个五六天了，只有两天收益比较不错，就是今天还有上个星期天的，其他的也是表现普通啊。这两天是特殊情况，其中一天是高如出场第一次直播，今天是阿梅出场，直播间来了三位大哥 PK， 谁都是赢啊，我100多人 PK 阿伟两场都赢他了， PK 月兰把香果他们都全赢，我们都全赢了，但是其他的场次表现平平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够继续做下去啊，当然我的直播经验呀、直播能力还有待提高，还是个菜鸟小白呀、还要好好的学习。要冰吧？嗯，要冰。看看茉莉喝泪水了。嗯，墩墩不喝，当当愣是不喝凉。